穆总，今天难得我们这么高兴，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走啊？明天一大早还要开会。那你知道吗？这次市长朕的非常担心，那个加来的逃跑说明警方在工作中存在重大漏洞。这次加来的逃跑模式也难辞其咎。只是我这次听说，好像整个事情的进程是由警方制定计划。 是不是因为警方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警方是值得信任的，只是加来他们和政府对抗多年，行事十分精明诡谲，防不胜防啊。我也是提出一种可能性，只不过现在 VX3还在城市大学，我很担心加来会再去惦记他。不错。 的确 ，VX3很多人都虎视眈眈，况且放在大学也不是很安全。那，以穆总来看，在八成什么地方最安全？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但是有相对安全的地方。知道我怎么想的吗？模式是个放东西的好地方。模式的安全库，是全世界最顶级的。 多谢司长提携，穆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呢，跟市长商量一下。对外呢，我们就说 VX3还在城市大学。对内，我希望你要严格保密。您放心，模式内部的人，我也不会告诉他们。好，不送了。好，谢谢。 进来，穆总 ，VX3已经从城市大学运出，马上就要到模式地库了。陈司长知不知道？已经通知好了。我马上去保险库 ，VX3在这里秘密托管，要保守秘密，知道吗？ VX3已经回到模式，已经和控制一组装到一起了吗？没错，你做得很好。穆川，17年前我们没有完成的事，现在可以继续了。有了 VX3， 我们就拥有了对网络世界的最高权限，无论是通讯、金融，或是数字世界的任何领域，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那就让我们试试它的威力吧。我希望你能控制好它的威力。只是一次小小的实验，放轻松。
怎么自己躲在这儿喝酒啊？也不叫我。分析案情呢？其实我一直觉得孟良劫走家来这个事儿特别奇怪。你看啊，你父母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现场？我觉得这一定不是偶然，他应该是要告诉你什么线索。还有这张纸牌，54张牌，为什么偏偏留一张 Queen？ Queen 是女王，他是不是想说还有一个女的？应该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张诊疗单，他又想说明什么意思呢？喂，孟良跟家来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确认俊杰父母的死与孟良有关系，而且他这一次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线索。他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我现在急需要找到孟良。我会把搜集到的孟良信息发给你。好。笑什么呀？我笑了3年啊，你一直没有变，脑里一团屎啊。刚才说那些问题呢，一点营养都没有，一点提高都没有，真的没有变。哎，倒是有一点你是变了，提高了一点。什么呀？泡妞技术。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那天在子轩家，他做了好几道菜，不是吗？然后呢，那几道菜其实真的挺难吃的，但你却说呢，非常的好吃，还不停的吃。那一刻我感觉，你演戏演的挺好的，变成了一个戏精啊。你变坏了。跟哥说啊，这3年你有没有女朋友？再来看看。哎，时机还没到，等时机到了一定带给你看。泡妞还等什么时机呢？哥，你在等人家跑了？真的是。反正呢，以后到了时机了，你把那个妞带过来给我看一下，过目一下，因为我一直对你的那种啊审美眼光没有太大的信心。先给我看，然后给子轩看，啊，千万不要丢人。行了，别光说我了，你呢？你这次回来准备跟子轩怎么办？你觉得我还要怎么办？我3年没见他，我一个回头，一个点头，他就冲过来抱抱我，我还是有这本事的。子轩可不是这样的人，他到现在还没原谅你呢。干嘛去？有事。Yesterday, the stock market in Bacheng slumped before closing of the market. Was it a conspiracy or the inevitable? Due to the strikes of recession,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government will invest to rescue the market or not. Experts of stock market crisis think that a sudden economic disaster and intervention cost may trigger the risk of economic stagflation.期货和股市是在收市前半个小时发生动荡的，尤其是概念股，来了好多来路不明的炒家，之前毫无预警，除了我们这里之外，东南亚地区也都受到了影响。根据我们从政府方面收到的消息，大量的资金是通过一批新开户的账户分流走的，
到账后不到半个小时就被提走，转移到了在国外注册的一个公司。由于是自由港，所以情报交换缓慢，公司的背景目前还不知道。据我们技术安全部门判断，不同于97年 SLOS 要做空香港股市，这次的危机很有可能是大规模的黑客利用网络漏洞操控了整个金融网络。如果周一还得不到缓解，很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危机。政府这次已经通过一些特别的渠道去冻结一些非法的账户，至少在一周之内八成不会有任何影响。还有 ARK 集团的马启明先生会来到八城，他来八城之后可能会开发布会，有个重大事项要宣布，在八城会有个重大的投资。这位马启明先生有什么背景值得政府这么重视？马启明先生是中国的投资商，他的 ARK 集团总部在中国的重海市，投资了很多高端科研项目，公司做得很大，很有实力。其实与他随行的还有 ARK 集团的网络安全团队，他们将与政府合作，目的就是为了恢复金融秩序。这次的安保交给我们来做，由现在开始模式进入一级戒备，所有人都取消假期，准备好作战，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做事吧。李俊杰为什么不在？是我派他去跟进了个线索。什么线索？孟良的线索。是你派他去的，还是他擅离职守自己去的？三叔，我不管你，怎么都要找到他为止。如果周一之前他没回来，自动辞职。我知道了。去做你的事情。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我想这次的安保工作交给你，这是我的职责。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随时告诉我。去吧。是俊杰自己告诉你他去南山岛了。这么说你也知道了？他收到短信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是谁给他发的信息？我也不太清楚，他只是跟我说他要去南山岛调查孟良。那你现在能联系上他吗？我看这次三叔是动真格的了，他们向来就不和，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被辞退了。俊杰干什么事一个电话是叫不回来的，我去找他吧。还是我去吧，现在是特殊时刻，你不能再离岗了。我跟三叔的关系他不会真生我气的，只是这两天要辛苦你了。哎，马小军，这李俊杰是不是出任务去了？怎么这几天没见他在这里啊？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他粉丝吗？那他也不能什么都跟我说吧。哎，华哥，那个俊杰最近干嘛去了？你们都吃饱了撑的，总打听别人的事儿干嘛？好了，午休时间结束了，都工作去吧。走吧。走。这次股市的动荡很不一般，马启明先生是政府邀请来救市的，他之前遭到过多次暗杀，所以你们模式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放心，这次马先生的演讲我们模式做了很多不同的演习，为求可以应付所有突发事件。好，还有14个小时就要开盘了，一开盘股市还会继续波动，马先生的这次演讲就是我们的一支强心剂，希望 ARK 公司的入市可以改善我们现在的状况。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下，一个地区的经济稳定凭一个人就能解决吗？云浩，你说这话什么意思？陈司长，云浩的意思是
可不可以有另外特别的方案？这次马先生的救市应该是唯一的方案，你准备一下。我们看一下安保的路线图。穆总，来，坐坐坐，顺不顺利啊？我在想，如果有对现场造成威胁的行动，会从哪下手？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从这儿，还有这儿，两个地方一起交叉过来。我不是让你汇报，他明天就过来了。我知道你和马启明的特殊关系，但是我希望你能把工作做好。不管被保护的对象是谁，我都会以专业、冷静、理智的态度做出正确的选择。模式守则第二章第三条，你做得很好。如果不是，这个任务我也不会交付给你。谢谢。来，今晚别做那么晚了，明天各有各忙的。是。好巧啊！你怎么来了？你不想看见我？我不可以来找你吗？这里好危险，全都是孟良的人。我知道，我看你单枪匹马的，怕你一个人应付不来。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我给你发短信了。你听我说，模式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马启明要来八城，现在所有的安保任务只有石云浩一个人在负责。不管今天我们有什么发现，都要听我的，我们必须要尽快回去，知道吗？他来了。哎，大哥，喝了。哎，来来来，来，给你马上啊。来，哎，哥几个，那个人帮我拦住他，别让他跟着我。好好保护自己啊。
大东海会所。老大，慌什么？老大，我刚才在酒吧呀，看见李俊杰和周子轩了，我让阿季拦住他们了。嗯，然后呢？这不赶紧跑回来向你汇报了吗？这小子居然能找到南山岛，那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这儿来了。这，那咱们怎么办呢？正好，我有件东西要交给他，他来了。咱们就省事儿了，老大。嗯，那咱们就在这儿等。咱们啊，咱们回八城等着他。你好。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我有一个朋友，应该已经到这里了，然后他叫孟良，可以帮我查一下他的房号吗？嗯。他已经离开了。你是李俊杰先生吗？是。孟先生，让我交给你。谢谢。嗯，不客气。又是扑克牌。有东西在里面。石组长，没有什么情况，只是发现一个打火机，查仔细一点。明白。妈呀妈呀，我发现一个可疑人员，他在一楼签到处附近出现过，调出监控，人脸识别查出此人资料。可疑人员，女，披肩发，身穿卡其色上衣，黑裙子，戴黑色眼镜。查到信息后马上向我汇报。好的，我马上调查。怎么样，组长？我们进行了仔细的排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一定要仔细。明白。VIP 一分钟后准备落地。收到。各小队注意 ，VIP 马上就到，大家时刻保持警惕。
马先生，市长你好。哎呀，马先生，欢迎欢迎啊！您能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八城，并在我们八城投资开发建设，我代表市政府，代表八城的人民向您表示欢迎。这是我的荣幸啊！八城对我来说是有情怀的，能为八城做点事情，我很高兴。好好好好好，容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八城财政司司长李司长。哦，欢迎你，马先生。啊，谢谢。这是政务司司长张司长，张司长，幸会幸会，幸会幸会。这位是警署的吴探长，由他和八城的模式负责你的安保工作。哦，荣幸。马先生好。你好，马先生，我们还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个 VIP 房间，请您一会儿接受一个采访，请吧。好，请。马先生，您先接受一个采访，我先去会场检查一下工作，一会儿我们会场见。好的，会场见。好，请。请。马先生您好，我是八城模式的石云浩，您的安全由我们负责。您好，老秦。哎，带着李总他们先进去。好。嗯，请。谢谢。有把握吗？我只能告诉您，我们会尽全力保护您的安全。没有信心？这不是信心问题，这是责任。我得到消息，这次的会场非常不安全，如果您想万无一失的话，我建议您取消这次采访。安全隐患是你们模式应该应对的，不能要求我该怎么做。如果您配合的话，我可以保障，我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你的级别还没有资格跟我谈论取消活动层面的事情。可以进去了吗？可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马先生。马先生你好，请坐。马先生，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这次来八城都有哪些项目的投资？马先生，请问您这次来主要是来救市的吗？您对这次股市的波动有什么想法？马先生，请问您下一步有什么在八城的战略计划吗？马先生，要不您先回答这三个问题。马先生，马先生怎么说？不说话，不说话。马先生，不说话。玛雅，玛雅，帮我查一下 VIP 房间里有无可疑人员。好的，我马上就查。报告史组长，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人是 IRK 集团高级副总裁李云。坐在他右边的女子叫陈静文，今年22岁，独居重海。资料显示，他之前是一名黑客，还是个游戏高手。他不在最初的随行人员名单里，是临时加入的。玛雅，资料有些模糊，但是你尽可能的监视住陈建文的所有举动。马先生，各位。我刚才坐在这里的时间是30秒，但这30秒就像刚刚过去的那个周末一样难熬。为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我的沉默让大家不安了。黑色星期五过去后，我们在等待这个星期一，我们希望厄运赶快过去。怎么，谁也不希望自己紧张啊？以前在股市被蒸发掉，有点人太多了。通过非法的手段攫取。别紧张，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遇到大场面
我也紧张得不得了，只能祈祷吗？别慌，你也紧张过啊？这也是一种，那当然，但绝对不是我们最好的。记住，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保持镇静。我第一次来到这里，记住了，谢谢李总。创业，雄心勃勃，却失败。两个月内，我的公司将在这里投资十个新的项目。下面可以提问了，马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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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透露一下这次投资的新项目会是哪个方面吗？一会儿的会议上我会详细说明的，请大家耐心一些。马先生，据有关人士透露，这次八成股市震荡是由万人规模的黑客系统攻击金融网络造成的。请问马先生，此时您带领技术团队来到八成，是否与此事有关？报告石组长，记者会还有一分钟结束。收到，我做最后确认。一号位，正常。二号位，正常。东西方向的电梯，正常。楼道，正常。会场内部，会场一切正常。确认完毕 ，VIP 可以进入会场。记者会已经结束 ，VIP 马上进入主会场。你看，没什么紧张的吧？李总，不好意思，我去个厕所啊。哦，快去吧。好，等我一下。嗯。谢谢。哦，好，那再见。再见。马总，这边请。卫生间在哪儿啊？哦，在那边。啊，我得上趟卫生间，你去吗？好。你们在这儿等着吧。谢谢马总。李总，这次辛苦你了。哎，哪儿的话，这不应该的吗？等会议结束之后，还有具体细节需要落实一下。啊，这您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很快就会有计划出来的。嗯，很好。好了，不紧张。不紧张。好，我来。哎，咱俩就别客气了，走吧。李总，李总。李总，来人啊！你怎么样，李总？李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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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住，李总！你怎么样，李总？马先生，马先生，快走，快叫救护车，快走，叫救护车！马总，李总，走，李总，没事吧？不行，快叫救护车，带 VIP 去安全的地方，快！你坚持住啊，李总！李云怎么样？李云中枪，伤势严重。马启明呢？马启明安全。保护马启明离开，把李云送到医院去。是。李总，你坚持住，怎么样，李总？李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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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杰跟子轩呢？目前还没到。刚才进入会场的那个人的资料已经找到了。这个人叫哈桑，
周亚裔，国籍不明。他是一个职业杀手，在2011年前后开始行动，跟多起国际刺杀案有关。他擅长暗杀，手法非常利索，从不留下任何线索。各单位注意，凶手是一名女性，短发，身穿黑色风衣，持有武器。等一下，安全通道里有探员伤亡，请求支援。石云浩发现了可疑人物行踪，目前正在追捕。回答，石组长，收到，请回答。穆总，可疑人物消失。像风一样离开，当你需要我。
怎么办？如果我已不在，像风那样离开。How to say goodbye？ 看着我，记着我，我会守护着你，我会一直都。